环球邮报，我们来看看今天台湾539，我们会员报的牌子。6月11号看清楚，539开9次已开8次，全车中3次没中5次。A 组牌中 ，B 组牌中4次啊，两系中4次，三系中1次，非常好的成绩。另外呢，今天报的牌全车1只0.1，300本钱。另外全车 A1 组一尾的话，我们是320。今天 A 组牌是640。各位，只要 A 组牌开出来 ，B 包括尾数，我们就要可以收1000块吃红，给我听清楚啊 ！A 组牌啊中就要给我吃红1000 ，B 组牌踩住2星中一样中3次啊！8只牌有没有看到？因为它本钱大，8只牌要中2星，中3次，我们这是红1000，中3星1次，本小利大啊，类似0.1，所以吃红1000。今天吃红的办法时常在变的，大家看清楚，听清楚。